是玩的方式不一样。上次卢总在周润发最后出现是个大秘密一个大惊喜，而这次其实并不是说谁出现了，而是他们是怎么一个出现的方式作为一个。那就是请您再评价一下的几位主创，甚至还有就是宋茜的表演的一个情况。啊，那几个都不在。对，就是宋茜。没有，我觉得他尤其是作为这个，因为他最大的区别是他们那几位都是学表演的，然后他是作为是在表演方面算相对比较新的，我觉得他有另外一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就是挺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拍的时候跟他讲戏跟他们几个讲戏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最后拍出来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反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他目前演的电影里最棒的观众。大家对这个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好朋友到电影院去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好不好？好，各位，但是呢我们在电影院相见看导演还有主创们怎么样把这个惊喜和反转一碗到底，最后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拍张大合照了。好，来前排的朋友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对，转过身来，前排的朋友大家要原地啊，大家可以站起来，对，但是要在对尽量在原地站起来，站起来吧，对，就可以站起来，当然对。